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小猪佩奇，仓鼠兽医的大礼物。佩奇和乔治带着金鱼金金来宠物诊所做检查。嗨，你们好，佩奇和乔治。你好啊，兔爷爷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带奈杰尔来做个检查。奈杰尔是兔爷爷的宠物绒员。你好啊，奈杰尔。一定要确保你的小鸟得到足够的休息，那么它就会像金丝雀一样立马唱起歌来的。哦，真是个好消息啊，再见了。下一位请进来吧。到我们了，奈杰尔。你好啊，奈杰尔，让我来看一看你吧。它看上去没什么问题。哦，那就好。它有空间可以做大量的运动。哦，我真希望我也能够像你一样，奈杰尔。我得做运动来保持身体健康，可是我根本没有时间。那你为什么不去跑步呢？我就是靠跑步健身的。可是我的诊所太忙了。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跑步啊。好吧，我会试试的。要不我现在就开始跑起来。仓鼠兽医正通过跑步来健身。那么再见了，仓鼠兽医。好的，再见了，兔爷爷。下一位请进。到我们啦。轮到晶晶了。你好啊，忙个不停。这是我想看到的。请问仓鼠兽医，你为什么要跳来跳去的？我正在跑步，这能保持身体健康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我在房间里没办法跑得很远，我必须时不时地停下来转身，感觉似乎不太理想。哦，总之，再接再厉，继续加油，晶晶。啊，不要忘记了，一定要大量的喝水哦。谢谢，仓鼠兽医。再见啦。再见。佩奇和乔治要回家了。那个不是兔爷爷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好啊，兔爷爷，要搭个便车吗？不用，谢谢，我要跑步回家，我得要保持身体健康。可怜的仓鼠兽医没办法做运动，他需要一个大空间才能够跑步。等一下，或许我能为他建造个什么东西，跟我来。这里是兔爷爷的修船厂。现在，我们就开始建造吧。可我们要建造什么东西？一个送给仓鼠兽医的礼物，来帮助他让他健身。我们需要用到这些，还有这个，不要忘了还要用上这个。我猜应该还会需要用到一些洗衣机上的零件。你要怎么用这一堆没用的垃圾来做一个礼物啊？这可不是什么垃圾，猪妈妈，这个是一把很不错的梯子，还有这个也是。你是准备做旋转木马吗？不是。那是在做可以划船的水池吗？不是。你觉得那会是个什么东西呢，乔治？恐龙。不是。我需要把它给包起来。兔爷爷正在包装礼物。包装好了。太棒了。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礼物了。没错，这礼物大的简直都放不进车里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路把它滚过去。兔爷爷一路滚着礼物来到了仓鼠兽医的宠物诊所。那是什么声音啊？我们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仓鼠兽医。哦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哎，我很好奇这礼物是什么。你为什么不把它打开亲自来看一看是什么呢？那么好吧。哦，这真是太棒了。那请问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只需要把它安装到合适的位置就行。上去吧，然后就能跑步了。那么好吧。这个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原来这是个仓鼠跑轮。没错，每只仓鼠都应该要有一个。仓鼠兽医喜欢仓鼠跑轮。所有仓鼠都喜欢仓鼠跑轮。